突然有一天他打电话到公司，然后说找宋冬野，然后大家就全都惊慌了。后来就很快就见了个面，然后慢慢的开始聊啊，然后一起做呀。没错，宋冬野口中那个他正是准备进去歌坛的影后张曼玉了。自从前段时间张曼玉向宋冬野抛出邀歌橄榄枝之后，两人合作的消息也是不断传来。那么二人的合作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呢？所有的还都在进行阶段，因为没有一个具体的结果出来，所以也不能现在说我们会怎么样怎么样。哟，我说冬野兄看起来挺老实的，怎么还和记者玩起了保密呢？其实说到他自己和影后的首次合作，宋冬野对专业上很自信，不过对外貌上，这个还是看他自己怎么说吧。我当然期待，是个人，谁和他合作都会很期待。肯定有，因为长得太丑了。